要过年了，年菜少不了的乌鱼子，今年的价格还是挺贵的。受到了气候的影响，今年屏东东港还有林边的乌鱼子产量减少，再加上大陆的需求量又增加了，市场供不应求，价格居高不下。鱼贩说，今年抢手到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，尤其是纯手工日晒制作的更难买。以市售两片重一台斤的规格来看，大概要3400到3500元，有些甚至要4000块以上。慷慨哦，应该看胖一点。金黄色的乌鱼子烤到颜色微深，腌制的鱼软加热后飘出诱人的鱼香。过年少不了的这一味，今年想吃恐怕有钱还吃不到。比较小尾啦，所以产量会最减。因为这有啊，大尾嘛有啊，去将百块啊，啊就量较无啊，伊个鱼也啊量较无啊。受到气候影响，屏东东港林边的乌鱼子今年产量减少，加上外销大陆的需求增加，乌鱼子量少价扬，以市售两片重一台斤规格，大概就要3400到3500元。尤其纯手工日晒制作的野生乌鱼子更难买。这个叫做胆的记号，养殖的全部都没有这个，养殖业者没他们的乌鱼子没有这个。我大大惊，也大大去给恁，恁就嘛是照常接受啊。金鹏啊，乌鱼做卖个细皮，无啦，算唔得细皮。哎，鹏了做卖。鱼贩说，纯手工制作的乌鱼子做工费时，手续繁复，市场供不应求。婆婆妈妈今年想买乌鱼子当年节伴手礼，可得多掏点钱了。